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会计主题是存货历届试题解析。这一次老师所挑选的题目是100年度四等特考的考题。同学们可以在存货这张后面的练习题找到这个题目。老师为什么挑选这个题目来做讲解呢？这是因为这个题目是一个存货错误更正的基本题型。在实务上，进货与销货的归属年度错误以及期末存货的评价错误是常常会发生的。为什么呢？这其中的道理，第一个是因为会计人员对于交易入账时点的认知的偏误，另外则是我们在盘点存货的时候存在着存货所有权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在仓库里面盘点存货，有些商品是在仓库里面，不过它却不是我们公司的存货。例如，我们帮其他公司代卖的商品，它是我们的承销品，不是我们的存货。还有某一些商品，我们眼睛看不到，不过却是我们公司的存货。比方说，我们委托别人帮我们代卖的，我们称为绩效品，它并不在公司的仓库里面，不过它却是我们的存货。还有所谓的起运点交货的进货，以及目的地交货的销货，虽然这些商品都在外面，不过它都是我们公司的存货。诸如此类的情况，当然就容易导致我们期末存货的评价发生错误了。所以老师特别挑选这个题目，要帮助同学们对于这些常见的进货销货的归属年度错误以及期末存货评价错误的情况做一个详细的解析。我们就从基本的题型开始，接着老师还会介绍一系列的题型，让同学们更加熟悉这个主题。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习。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目，他说以公司的存货采用定期盘存制， X8 年12月31号完成存货调整分录之后，在结账前发现下列事项。第一个，有一批成本4000块的商品，乙公司已经收到订单，而且预计在 X9 年1月2号以起运点交货的方式出售，因此它并没有列入12月31号的存货里面。第二个，12月30号收到一批成本2000块的商品，因为还没有验收，所以没有入账。这批收购的商品已经在12月31号验收无误，乙公司在12月31号期末盘点的时候已经把它计入存货了。第三，乙公司 X8 年12月31号将一批成本43000、售价53000的商品销售给丙公司，条件是目的地交货，商品已经在运送途中了。因为乙公司期末盘点时没有盘到这批商品，所以就没有把这批商品列入存货。第四，乙公司 X8 年12月31号收购一批商品，成本28000，条件是起运点交货，商品也在运送途中，进货发票还没有收到，所以也没有入账，期末盘点的时候也没有把它计入存货里面。第五，乙公司 X8 年12月31号期末盘点时有5000块的商品重复盘点了。他要我们针对以上的事项做乙公司必要的更正分录。他说如果不需要做更正，那就请说明免做分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我们就针对它的题目来做解析。他说乙公司的存货采用定期盘存制， X8 年12月31号完成存货调整分录，在结账前发现下列事项。我们就针对这段文字详细的跟同学们做解析。首先，他谈到定期盘存制。定期盘存制呢，在进销货的时候都不必做存货的增减记录，进货的时候它用的是进货的科目，销货的时候也不必计算销货成本，因此账上并没有及时存货的资料，期末必须要透过盘点期末存货才能推知销货成本有多少。销货成本的计算就是拿期初存货加进货金额扣掉期末存货。
第二个，他说 S8 年12月31号完成存货的调整分录。那么期末的存货调整分录指的是，第一个，把期初存货结转入销货成本，它的分录是借销货成本代存货。那么所谓结转入销货成本的意思，指的是假定这些商品都已经出售了。第二个，把各种跟进货有关的科目通通结转入销货成本，如果以进货来讲，它的分录就是借销货成本代进货。第三个，把期末存货从销货成本当中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说结转入销货成本指的是把它卖掉，那么期末存货是还没有卖的，那当然就要从销货成本当中把它转出来咯。那它的分录就是借存货代销货成本。第三个，他说结账前发现下列事项，这就代表虚账户，也就是收入费用类的科目，都还保持着原来的科目。解析完这个题目的叙述之后，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个题目当中的五种错误的情况来做分析。首先第一个，他说有一批成本4000块的商品，乙公司已经收到订单，预计在 X9 年1月2号以起运点交货的条件出售，因此他并没有列在他12月31号的存货里面。那么他说乙公司预计在 X9 年1月2号以起运点交货的方式出售，这就表示在 X8 年12月31号的时候，这些商品还在公司的仓库里哦。那么他也就是告诉我们，这批商品应该要计入期末存货才对。那么题目说这批商品它并没有列在12月31号的存货当中，这就代表期末存货低估，我们应该做的改正分录就是借存货代销货成本4000。第二个，他说12月30号他收到了一批成本2000块的商品，因为还没有验收，所以他没有入账，这批赊购的商品已经在12月31号验收无误，乙公司在12月31号期末盘点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计入存货里面了。这个题目他说到12月30号收到一批商品，12月31号验收无误，它就代表这批商品应该是本年度的进货，也应该计入期末存货。但是题目说乙公司因为在12月30号收到商品的时候没有验收，所以没有入账，但是在12月31号期末盘点的时候已经把它计入存货，那么这就代表它只是进货低估，我们应该做的改正分录就是借进货代应付账款2000。那么因为乙公司已经完成期末存货的调整分录了，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把进货结转入销货成本，而必须做下面的分录，借销货成本代进货2000。那么我们把两笔分录合并成一笔分录呢，它就会等于借销货成本代应付账款2000。第三个，他说乙公司 X8 年12月31号把一批成本43000、售价53000的商品销售给丙公司，条件是目的地交货，商品已经在运送途中了，但因乙公司在期末盘点的时候没有盘到这批商品，所以呢就没有把这批商品列入存货里面。那么这个题目说乙公司 X8 年12月31号把一批商品销售给丙公司，条件是目的地交货，那商品已经在运送途中，那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这批商品还是属于乙公司的存货哦，因为它是目的地交货，它只是在运送途中，所以呢还是属于乙公司的商品。那么这个题目说呢，乙公司在期末盘点时因为没有盘到这批的商品，所以呢就没有把这批商品列入存货，他的意思也就在告诉我们他的期末存货低估了，因此我们要做的改正分录就是借存货代销货成本43000。第四个，他说乙公司 X8 年12月31号赊购商品一批，成本28000，
条件是起运点交货，商品已经在运送途中了，进货发票还没有收到，所以他还没有入账。同时呢，期末盘点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计入存货里面。那么这个题目说，乙公司 X 八年12月31号赊购商品一批，条件是起运点交货，商品已经在运送途中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批商品应该是本年度的进货，也应该计入期末存货才对，因为它的交货条件是起运点交货，已经在运送途中，所以呢，它当然是我们这个年度的进货，也是这个年度的期末存货。不过这个题目说，乙公司因为没有收到进货发票，所以没有入账，换句话说，这就代表乙公司的进货低估了，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改正分录就是借进货贷应付账款28000。那么因为乙公司已经完成期末存货调整分录，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把进货结转入销货成本，而必须做这样的分录，借销货成本贷进货28000。那么题目又说呢，乙公司期末盘点的时候没有把这批商品计入存货里面，这就代表期末存货也低估了，我们应该做的改正分录就是借存货贷销货成本28000。我们把三笔分录合并成一笔分录，它就会变成借存货贷应付账款28000。第五个，他说乙公司 X 八年12月31号期末盘点的时候，有5000块的商品是重复盘点的，这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期末存货高估了，因此我们要做的改正分录就是借销货成本贷存货5000。以上就是有关于这个题目老师所做的讲解，虽然它看起来很容易哦，不过所有的学习都要从基础开始学习，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借由这个题目先演练分析的能力，怎么样运用我们的观念来做这样子的分析，进而做出正确的改正分录。老师祝福各位同学加油。